皇后淑德，唯有孝贤二字可表，是为孝贤皇后。天下臣民应以国母故事来扶丧。是，臣等遵旨。皇上，翊坤国娘娘薨了。 有什么可伤心的？此时的娘娘，应该已经和她的少年郎在一起了吧？皇后生前行迹风靡，其丧仪不便赴皇后一致办理。 只可召皇贵妃例行，着抹去其在宫中一切史书记载，画像遗迹，并昭告天下：乌拉那拉氏，薨。